大邱。今天有几个大学的同学过来找我，然后就带他们来中山国，就是这一个咖啡厅画画。刚好今天天气特别热，然后就过来这边喝下咖啡，画下画来挺舒服的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咖啡馆画这幅画，然后老板还送了一杯咖啡啊，这咖啡非常好喝。然后这幅画的话，还画的还可以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